点撑开的感觉啊，有点撑开的感觉。这个在一起久了就撑开了，也是。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第1304集的节目。今天来给大家做的是 Kingdom 系列，而且呢它是这一波王国系列这一波的应该是编号的第一个啊 War for Cybertron Kingdom， 它是一个 Number One 核心级别的科博文。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呢，也是大家会期待度会比较高，毕竟 OP 的玩具，也是新的模具。那么呢，实际上拿到之后呢，以小比例的玩具来讲呢，我可以给他的分数还是相当之可以。首先啊，我自己呢，这么小比例的 OP 的官方的玩具呢，G1 造型的呢，好像很少很少。我过去有很多小 OP，但是都是电影系的造型。以这种 G1 作为这个致敬对象的话呢，不对，这个你一定是官方啊，你没有什么致敬啊，你就是官方了啊。这个 G1 造型的小比例 OP，我可以说是非常的少。如果是以官方的玩具来说，可能不超过3个吧，这个反正我记得印象中不多啊，其他都是什么领袖之证啊，这个真人电影的了啊。那玩具一样，先给各位看一下后面啊，该空洞的地方呢，还是有的，小腿的后方整个是空的，而且它这一代呢是完全没有参与变形，两腿直接并拢就完事了。那背后的话呢，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造型啊，这个地方这一块，那这一块的话呢，它的后面的话呢是这个盖板盖下来之后呢。它是这里面呢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凹的，在这边，这里有个小小的凸，要这样扣下去，以及它这个地方，它是这里是可以这样把它咬合咬进去的。但是呢，经过几次把玩之后呢，我发现我这个的话呢，已经基本上咬的不是很稳了啊，然后有点撑开的感觉啊，有点撑开的感觉。这个在一起久了就撑开了，也是比较正常的，就是正常可以接受的，物理反应啊，物理反应。那么身上的话呢，Autobot 的标志呢，当然也是不能少的。头雕的话呢，是做的还是可以啊，官方的强项依然是如此的精彩。虽然很小，可是它的眼珠子的话呢，依然是使用了美版 MP10 的颜色。这种水蓝色呢，我已经不下数次的大力称赞。身上的银漆的点缀呢，在胸口、腹部还有烟囱的部分。那烟囱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呢，中间是削开的啊。这个的话呢，应该是为了这里面是不是做球形关节？为了怕这个零件损坏还是怎么样，所以中间硬是多挖了一个洞啊。这个对变形来讲是没有需要用到的。那么在外观上呢，正面来说呢，肘部的两个大球冠的开口呢是比较大的一个扣分了啊。当然正面来看的话呢，其实它已经是做到非常的高分了。然后也可以看它这个脚掌其实是往外张开的，所以它这个腿的话呢是设计成往两侧打开的一个状态。那么拳头的话呢是不能转动的啊，看上去有分件，但却不是转动使用的。那我们的话呢，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，也是会蛮疗愈的一个小玩具了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把后面这个部分打开，身体这个部分都拆开。那第一个步骤呢，先把这个头呢给按下去啊。这一辈子呢，没有什么机会呢可以去按别人的头了，特别是把它整个按下去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把这个手臂稍微做个简单的平举，然后以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转轴转动出去，再把两腿呢做个简单的合并。两腿做个合并，合并之后的话，我们就把它往后面到这，先到这里就好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把拳头呢也给收进去，整个转进去。那第一次推的时候呢，这个部分还是比较，第一次推的时候还是比较紧的。我已经不止第一次了啊，还是很紧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注意到手、脚，还有这个原本的背包的这个部分，这三个部分的组合顺序。是以这个部分作为第一顺位，这里第一顺位，这样子把它往上面转上来，转上来到这边，看到吧？它本来在这里，现在转到内侧去，这是第一个要组合的部分。第二个部分呢，才是手臂。手臂的话呢，则是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OP 的一个组合的一个方式。这里，这边伸进来。放进去，这是第二个要结合的部分，
好，那么第三个部分呢，它是把这个脚往上推。那脚往上推的时候，看到吗？这里有个凸，对应内侧的话是有凹的，这样子由下往上扣进去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红色的凸啊，目前的话呢，应该是没有用处的，没有一个结合的一个位点给它。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，这一款这个王国系列核心级的一个 OP 变形就算完成了。它的一个大枪的话呢，也只有一个收纳的地方，就是摆在后面。好，那么先看一下那个滚动性。其实滚动性来讲的话，我个人觉得呢是普通的，因为它的轮子实在是太小了，我觉得能推的一个并不是非常非常之流畅了啊。然后呢，它的一个车子的侧边裂缝啊什么还是比较大了，而且加上这里有一块灰色的部件，原本应该是这个蓝色的这个窗户的部分。那这个鸡蛋里挑骨头，你看这烟囱也是断开的，但是这都是很不怎么起眼的一个大问题了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小比例的玩具而已。那么车子的尾部的话，就整个就是机器人的腿，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形的一个参与。那正面来看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它的车头呢，好像比我们印象中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宽度要窄一点，然后高度要高一点的感觉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不过这有点像是这个大黄蜂这个独立电影里头的这个最后出现那个 OP， 我觉得这个身影跟那个好像是有那么点像吧。那这个涂装的话呢，是中间这一带这块部件呢是一个灰色啊，并没有上银漆，所以稍微有点突兀了啊。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，以一个小比例的玩具的话，对我来讲，因为 G1 的小比例 OP， 这可以说是，反正我就记得我应该很少吧。我刚在我柜子里看，好像也没有几个吧，好像还是没有啊。那以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呢，这个小 OP 的话呢，我个人倒是觉得，对我来讲的话呢，还是一个蛮值得一入的，而且我确实也已经入了啊。那其他的话呢，如果你要把它跟过去，因为 OP 的玩具出很多，如果你只是想玩小比例的 OP 的话呢，那么这一款，应该说过去，我现在好几年，哎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也好几年没有出小比例的 OP 了。这一款应该是近几年小比例 OP 里头算是比较好玩的了啊。对它，我怎么觉得有点复杂的感觉？想推嘛，又不知道推不推啊，又想推又不推的感觉，只好等它来推我了啊。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